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新慧。如果有在关注 AI 的朋友，应该知道这礼拜有个大新闻，那就是 GPT-4 出来了。我上一支两个月前的影片，已经利用上一代 GPT-3.5 来制作 Arduino 的专题，其实成果已经超出预期。而且这次根据官方的说法， GPT-4 可是比上一代强大非常多。但是用在 Arduino 上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呢？就让我们来测试看看吧。我先来挑战上次最困难的程式码 Simon 这个游戏。可以看到 GPT-4 的回答在前面的硬体叙述完全正确， LED 灯有教我要接电阻，按钮、蜂鸣器的接线方式也都非常正确。单纯看他对接线的理解，这个叙述就已经比 GPT-3.5 还要强了。在程式码的说明中，除了说明要汇入的程式库，还完整的叙述了他对程式编解的逻辑。接着我请他给我具体的程式码。在上次 GPT-3.5 的版本有出现过几次的错误，而这次 GPT-4 一次就跑出正确的程式码了。在下方也说明了这个函数库是为了要消除按钮的抖动。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GPT-4 绘出的程式码用了大量的函数，这样子可以方便我们去阅读以及后续的修改。我根据 ChatGPT 的说明连接线路并上传程式码。这边可以看到程式的运作完全正常，我根本不需要调整程式码。而且你还可以直接向 ChatGPT 提出具体需要修改的内容，它也会自动调整原本的程式码。在这边我请它给我答对五次之后会有个过关的音效，而修改过后的程式码也完全正确，完全依据我所提出的建议去修改。最后我请他添加一个伺服马达过关之后会转到指定的角度，当然这也完全难不倒 GPT-4， 完全可以靠口语的方式让 AI 去修改程式码。接着我试着用一块 16×8 的 LED 矩阵萤幕，这款 I2C 通讯的 LED 萤幕其实并不常见，来看看 ChatGPT 能不能协助我使用这块萤幕。我将这个模组的编号打上去，它能够理解这个模组是由 I2C 通讯的，给出的接线说明也很正确。当然它也提醒我要安装函数库，安装的方式也直接提醒我可以从工具管理程式库这边来选择安装。依照说明安装好程式库之后，上传他提供的程式码， LED 就发亮了。不过他说这个程式会显示方形的框框，但结果好像怪怪的，所以我向 ChatGPT 反映 LED 灯有亮但是方向不正确。他提供给我三个解决方案，根据这个状况应该是旋转显示才对，所以我将它提供的程式码修改上去，就能够正常运作了。我回报它结果正确，并且请它用萤幕来显示文字。 ChatGPT 居然回我说它很高兴听到我的问题解决了，非常像技术客服人员，并且给我显示文字的程式码。上传之后果然出现我指定的文字了。接下来我想试着让他用这块萤幕来玩胖的游戏。这个游戏的程式逻辑非常复杂，需要使用两颗可变电阻来操控， AI 生成出的程式码也非常的长，不过依旧能够顺利上传。依据他给的说明，连接两颗可变电阻之后真的可以游玩。当然还可以继续请它增加声音以及计算分数的功能，程式码都可以直接上传，没有编译错误的问题。虽然这个修改过的版本有声音，但是计算分数之后却没有帮我把分数显示出来，所以我再请它修改程式码，让它在每一个回合会显示3秒钟各自的分数。修改过后的程式码当然没有问题，是真的能够玩的胖游戏，而且从头到尾都是由 AI 自动生成的代码，我甚至连程式码都不需要阅读，
我想试试看超困难的程式码，请他制作一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。这个游戏的程式码非常的复杂，我请他列出程式码，但是他并没有给我完整的程式码，只提供给我大致的框架。看来 ChatGPT 还是没有办法一次性的产出稍微大型的程式。接下来我试着用 LED 萤幕来制作一个飞机射击的游戏，当然这个游戏的细节都是由 ChatGPT 来自己决定的。上传程式码之后，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方块应该是我们操控的飞机，而从下面飞上来的应该就是敌人，按下按钮会有发射飞弹。虽然这个东西有点怪，但是它是可以正常操作的，而且还会有相对应的声音。看来应该是这个萤幕解析度太小的关系，我请它修改一下，将飞行的方向改为水平飞行，并且使用更小的像素来代表飞机。上传之后果然没问题。接下来我请他在十个敌人飞过来之后会显示我击中的分数，并且自动进入下一回合。当然这个东西也难不倒他，而且这操控跟声音效果还真的蛮有趣的。另外我也尝试请他制作贪食蛇的游戏，除了操控没有很顺畅之外，其他都还算正常，游戏也能够正常的运作。再来，我想让他教我使用这颗三轴加速度模组。这个模组其实我自己也没用过，如果是以往没用过的模组，我都会透过 Google 去查询相关的文章资料，所以我也很好奇 ChatGPT 在这方面是否能够取代 Google 搜寻。输入相关资料之后，一开始回应的接线方式没有问题，在程式部分也要求我要安装 ADXL345 的函数库。上传程式码，接着如同它的说明，打开序列部监控视窗之后，就能够成功看到三轴的感测数据了。再来，我想让三轴控制器来控制 LED 萤幕上的像素去做移动。这个操控方式我猜网络上应该比较少见，对 ChatGPT 应该会比较困难。果然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接着我用口语的方式向 ChatGPT 说明需要修改的内容，像是让像素不会跑出去萤幕，将 XY 的数据显示出来，把水平的基准点去做调整，移动的范围缩小。重复试了几次之后，终于能够顺利控制这颗 LED 灯的像素了。接下来我想要挑战它制作一个迷宫的游戏，我先让它生成一个迷宫，不过可能是因为像素太低的关系，它前面几次生成的迷宫都没有能够顺利通过的路径。反复测了几次之后，总算有一个堪用的迷宫路径了。接下来我想请他设计使用三轴控制器来走迷宫的游戏，通过倾斜的操控，从左上角出发，终点在右下角，过关之后还会有声音的回馈，接着进行下一个回合。这个奇妙的游戏我在网络上应该也找不到相关的教学说明，所以真的很难想象 ChatGPT 是如何训练出来能够制作这种从来没见过的游戏机的。而且重点是，这些复杂的游戏就算你完全不会写程式，也能够透过 ChatGPT 自动生成出来。距离我上一支 ChatGPT 的影片也才两个多月的时间，很难想象 GPT-4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变得这么的强大。 AI 的发展从这几个月的时间从堪用变成好用，
如果你想体验 GPT-4 的模型，目前需要付费的订阅用户才能够使用。另外我补充一个小技巧，如果程式回答到一半超过字数的限制，你可以回它请继续未完成的程式码，不要重新写过，这样子才可以接续你未完成的程式码。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次我在操作 ChatGPT 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去修改程式码，甚至我不需要去阅读程式码，完全是靠口语的方式向 ChatGPT 说明我所希望修改的内容。我想未来 AI 一定会取代人类撰写程式这件事情，当写程式的能力不再重要的时候，能不能提出具体的需求以及设计与创造能力，就会是未来成功的关键。前几天我看到一部 YouTube 影片，我觉得它的总结非常的棒。大家应该都知道钢铁人吧，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他在写程式码了？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他跟 AI 在对话，叫 AI 做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事。那为什么钢铁人他可以说得出来呢？就是因为他懂，他不是只会写程式，他了解背后一切是怎样运作的，背后的结构是怎么样做出来的。写程式这种容易出错的事情就交给人工智能去处理就好了。如果对 AI 有兴趣，他的频道中还有许多很棒的影片，你可以到下方连结前往他的频道。最后，期待未来的大家都可以跟钢铁人一样，靠一张嘴就能够发明与创造新的事物。如果你对我今天测试的内容有什么想法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